场，球迷轰动，但今年球季富邦悍将球队注册名单上面却没有他，原因曝光。经纪公司发声明说，郭宏志农历年假期间身体出状况，原本高度怀疑是睾丸癌，还好三月初手术确认为良性肿瘤，但春训进度耽搁，确定赶不上开季。目前赵医师只是休养，尽全力希望能早日回到球场上。尖叫声一下来。是小小郭生涯第九次动刀，不过先前都集中在双手，这次一度以为是罹患癌症，所幸是良性肿瘤，算虚惊一场。但小小郭休养中，确定赶不上本季开赛。富邦球团表示会等他回来，球迷更希望郭宏志能发挥不死鸟精神，尽快康复，早日归队。三新闻正式新谢淑敏报道。